40左右，也还可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。最近我是沉迷于钓带鱼啊，最近这一次的收获不是特别好，就只有半个小时，稍微咬了几口，然后呢就一整个晚上是完全没有动静的，导致我啥也没拍到，然后呢只好今天趁着休息，我就约了个朋友出去，我们矶钓吧，我们又去利森帕那边钓一钓看一下吧。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。诶，我靠，中了我都不知道，我的线太 loose 了，太久没钓了是不是？久违的差网。我是太久没钓了，我那个线都直接是虚的都不行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搜搜，哎，搜出来看一下，那么久没动静，没有，都是小鱼口，拉了好几次都吃不进去。咋样？小鱼。抄的话跟我说啊。不用抄了。诶，好的，又是久违的 snapper。所以很久没看到，真的有点想念你们。我靠！哇，中！不大，小鱼。啊，又是小 baby， 差窝。哎呀呀呀！哇，诶，哇操，咋了？有鱼拉了我一下，很挺猛的。哎呀，没打到，我靠，下去之后直接接走了，估计是那浮水鱼哦。对，浮水鱼。快快快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要冲我靠，我打太快了吗？他已经拉我线了。还早了，他现在还是有点太早了。中，大吗？不大，但起码是有效果，是不是？刚才是完全感觉不到，就是不知道涌乱还是怎么样子，反正一直感觉不到他们咬口，现在稍微能感觉到，加了一个铅。又是他忘。
哇 ，nice！ 还有力气。帮你撑。哦，脱了。我看我线没爆，线没爆。人家就是爱惜的，爱惜的那些人是完全不用杆子碰地的。人家。比较爱护。哎，我靠！来了来了，不大不大，没事，是扒皮吧感觉。喂 ，flathead。小 flathead， 在后面后面。哦。别掉了这条，拿出来看一下就行。这里有袋子吗？有啊，28、29吧。你是上次盐有盐水啊？对，而且上次我强行搞了一下它。搞的。给你卡进去了。啊，行，谢谢。就是那个帽衫没办法，我觉得很麻烦。还是多加个铅有用。它现在这个是我那个沉到底了才钓到它的。对。其实，避过小鱼了吗？好 ，flathead 一条，看着不大，但其实也有40左右。也可以，而且现在的口都小到就是完全感觉不到，要去吃光那种。哇，哎呀，有吗？哎，有有有，小鱼小鱼小鱼，吓我一跳，我靠！我说哇，一下扯我线，哇，好小。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我抛的时候我不，如果我不手动刹车的话，我的阿波会就是滑到离潮社湖。哇，全是小鱼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钓不了东西的。你钓不了，你钓不了别的东西。他们在这的话，基本上下去你都是秒光了。我之前也试过一次，我在外海碰到一群 yellowtail， 你就是下去他们就吃光，下去就吃光。哦，中了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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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里号这么猛吗？哈哈。嗯。哈哈。哎，第二条都 OK， 哎呀。抓你边，喂，哎，兄弟，哇，中了，嗯，哎，这个还不小，啊，这个比较大，哦，中，还在，这是 bream。小贝，行，对，有 yellowtail， 我靠，我还挺大的，我靠，这条啥东西啊？
不用 bring， 我操，这天有点像 legal size bring 了，可有可能到，想不到，想不到用小钩子中啊。我靠，可能说够也是够，说不够也可能差一点。那你说够了？我不知道，真的可能差一点点。你要不要？要不算了，放了吧。放了。你也这样也想吃？走啊，鱼！逃得过吗？这么大应该能逃。有一条大鱼，不知道是啥。那可能是 stingray 吗？哦， stingray， 吓我一跳。吓我一跳！没事，无所谓。啊，今天的猎胜胖钓鱼之旅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吧？今天也没什么鱼口，就那边一条小 king， 然后还被断线跑了，然后只有一条 flathead 了。最近内湾还是不好钓，希望下次会更好一点吧。那今天视频先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吧。